哎，大家晚安。那谢谢大家在就是礼拜三的晚上，然后来到台中中歌剧院。然后可能有些人是刚下班有吗？从公司来有吼，因为我也是刚从公司来啦，台北的新埔电文化市场。那今天很开心有机会可以来跟台中的朋友介绍，就是在台北万华这一个算是台北市的市定古迹，然后它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那待会会再跟大家做介绍。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喽。那首先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就是我是杨文昌，然后我现在是任职于中泰建筑文化艺术基金会创意学院处的组长。那跟刚刚跟大家介绍的那个名字"新埔电文化市场"不太一样，因为新埔电文化市场它是我们目前中泰建筑文化艺术基金会下面经营的一个馆所。那在新埔电文化市场之前，我们也还有很多经营的地方，待会一一跟大家介绍。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我是在2016年的时候加入基金会。那在2016年前，我在做什么事情呢？其实也跟就是台中歌剧院有一点点渊源，就是我之前是在就是剧团工作。那我待的剧团叫做沙丁庞克剧团。那在这个不藏私的讲座前几次的时候，有提到红鼻子医生计划，那甚至他现在在就是台，应该现在在台中荣总还是有做演出。那当时我有在沙丁庞克剧团跟着团长妈妈一起在推动这个计划。那在计划稍趋稳定以后，我就离开了剧团，然后来到了就是中泰建筑文化基金会。然后跟歌剧院的另外一个渊源是我在当替代役的时候来过这里，就是我是在雾峰当替代役，然后我在国立台湾交响乐团，所以当时我们还是工地时期的歌剧院有做过演出。那所以今天很开心，还有机会可以重新回到歌剧院。所以不管是以前在剧团的时候，或是在更早在当替代役的时候，来这边的感受都很不一样。那后来在离开剧场以后，我就是到了就是中泰建筑文化艺术基金会，负责就是新埔电文化市场的行销跟推广。那会有一个机会到基金会工作，主要是因为我自己的背景是念艺术管理的。就是我在研究所的时候是念艺术管理研究所。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自己也非常喜欢就是介绍故事给大家，所以我这边特别放了一个目前的小小经历，就是我在2015年的时候成为就是岛内散步的导览员。那岛内散步它是台北一个算是蛮成熟在推徒步导览、徒步收费导览的一个公司，所以在目前它以前叫做台北城的散步，那它现在叫岛内散步的原因就是它现在已经走出台北，所以甚至在台中或者是在台南嘉义都可以参加到他们的演出。在成为岛内导览员的这过程中，让我发现，就是台北市有很多就是很有趣的，就是城市的样貌，然后也很想要介绍给大家，所以后来就加入了基金会。那我加入基金会时间很巧，就是我们刚好正在推新埔电文化市场这个计划。那大家有听过中泰建筑文化艺术基金会吗？诶，有些人有给我 feedback，有点头点头。那我们其实在台北以外的地方比较少，就是推动一些艺术计划。我们主要的基地都还是在台北。那我们是在2007年的时候成立，然后在2010年的时候推动了跟新埔电文化市场这个有关的都市国合计划。然后接着我们在2016年，就是在5、6年前，我们成立了一个就是企业的美术馆。然后接下来在隔年，我们进驻的新埔电文化市场，然后一直到现在。那我们基金会呢，就是它的母公司是中泰建设，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推动的议题里面，其实都还是会关心的，就是城市里面的事情，在城市里面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都关心。那同时，我们也会关心就是建筑艺术，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中泰美术馆，它里面展览除了当代艺术以外，另外一个面向就是会去关注就是建筑类的艺术，像是我们在去年在台北的松烟办了安藤忠雄的大展，就是由我们来主办的。那此外的话，我们也非常关心未来议题，因为我们相信就是所有的现在发生的事情都有可能改变未来，所以我们在当时在做建筑展的时候，你现在看到这个背景是，当我们今天在想城市不断的被限缩，它变得越来越挤的时候，你有没有可能把房子往天上涨？所以它是一个叫做垂直村落的概念，就是我们往天上去长出房子。那我们甚至那时候开始跟一些学校合作，然后去谈
未来的房子长怎么样。那我们在中泰美术馆开的第一个展览，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想象2025年的城市是什么，2025年的家是什么。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那时候展览的主题就是2025年家的样子，可是其实很快2025年就快到了。那当时展览里面要实践的事情真的已经实践了吗？或者是发生的议题或困难我们现在有发生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反思。好，当时为什么会有中泰基金会？就是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层误解，说哎，你们背后是建商嘛就是我们就是中泰建设，那是盖房子的。那的确我们是建商，但是我们有一个不同的想法，就是大家有看过接待中心吗？有吧，台中应该有吧，应该全台湾很多地方都有很漂亮的接待中心，对不对？那讲一个大话，就是在当年，就是2006年、07年房地产还非常景气的时候，像现在可能也还是的时候，就是其实中泰的房子很多在盖好预售屋或者是接待中心的时候，就房子已经卖完了。所以其实那时候我们的就是公司的接班人，就是我们当时的常董，就李彦良先生，他就在想，那为什么一个建设公司要花很多钱去盖一个接待中心？那接待中心要给谁去？他只能给要买房子的人去吗？还是其实他可以变成一个更 公共的空间？所以当时他最早最早开始就是从一个接待中心开始。那这个展览是2007年，那离现在蛮久蛮久之前了。那当时其实如果有在关注台北艺文活动的人会有一点惊喜，因为他当时号称是一个24小时的美术馆，就是在台北你不只可以24小时去逛书店，你也可以24个小时都来这一个美术馆。而且你有看到一个134天，它是个倒数的美术馆，就是把握现在，你没有去你就看不到它了。虽然它当时其实在倒数结束以后它就被拆掉了，不过我们不是玩玩而已，因为这一个地方现在的基地就是现在的中泰美术馆。就是在这个展览过10年后，我们把中泰美术馆真的盖回来了。所以这是我们最早最早的开始，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把所谓建商的接待中心开放给大众，然后变成一个优异式的计划。所以我刚才提到2016年前我们其实没有真的地方，就真的一个进驻一个常态性说是中泰基金会的地方，我们是优异式的。我们去哪里呢？我们去田里，就是这个也是在大直的一个基地。那在这个基地里面呢，我们当时是跟一个视觉艺术家叫做林全居，林全居老师合作。那林全居老师他当时一直想在所谓的台北生活都首都圈里面去建造一个田，因为其实在台北很少能看到田。那他那时候希望他能做的就是他可不可以在晴天的时候耕作，然后雨天的时候读书。所以那时候我们真的就把当时在大直的一个建案的基地变成了晴耕雨读的展场。所以你现在看到的每一个稻田的稻秧就是中泰建设的员工去插的，因为我们的功能就是去动员就是集团里面的人。然后因为我们基金会那时候其实不到5个人吧，我们不可能插出一片田嘛，那我们也不可能有那么快就有那么多志工来帮忙。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动员了集团的员工，然后大家就是不管你是做什么业务的，你就来都来种田吧。然后当时大家一起把这个田做出来，然后在中间盖了一个小房子，那在里面就办了晴耕雨读的展览。那我们在2007年之后到2016年前，我们一直都是以这一种优异式的计划，哪里有地方我们就去哪里，什么议题有趣我们就做什么议题。所以我们在2010年的时候也做了一个日本艺术家的作品，叫做《风带来光》。那这个艺术家的作品，他现在有被很多的公共艺术来，他做了很多台湾的公共艺术，他做的是风动艺术，他希望可以透过自然的风，然后去带动他的作品。那这个也是我们的明日博物馆的系列。那在做这一些比较纯当代艺术的作品，是因为我们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李彦良当时的常董，现在的副董，就是他希望可以收藏很多的当代艺术的作品。但是除了这一个脉络，就当代艺术的脉络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脉络，就是我们开始关心城市里面就是所谓的文字馆，那这一些被废弃的建筑或者是等待重新新生的建筑，它有什么样子的可能性呢？那这一位艺术家叫姚瑞忠，那可能有些人有听过，就是他当时有一个计划，就是去拍片
台湾各个乡镇的蚊子馆，不管是公家的或是私人的，他希望可以把这一些，他很直白的告诉你长这样，那让你去有一个很强的视觉撼动。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因为姚瑞忠老师也是我们基金会的董事，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也顺着他的这一个发想去想，那我们有没有蚊子馆啊？就中泰建设有没有所谓的蚊子馆？一定有，因为建商要整合一块地的时候，一定会有人要，有人不要，对不对？那所以当时我们基金会一样是那五个人，我们就去跟就是集团里面的人说，那你们有没有在等待都更中的老社区可以借我们用？那我们就有期限的使用它，所以我们那时候希望用的像是废弃的厂房啊，未开发的土地啊，像刚才那个情根与毒，它就是用未开发的土地，然后再来是都更中的老旧社区。那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左下角的这一张，你们的右下角的这一张，是我们在台北西门町很热闹的西门町中华路旁边的一块基地。那它这块基地呢，就是一直都还在等待都更。那我们有就是开发，可是并不是应该就像我讲的，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就是把房子卖给建商嘛，对不对？所以当然有些人要，有些人不要。所以当要的人卖完以后，他们房子就空下来了，它其实也是另外一种蚊子馆。所以我们就开始了一个新的计划，叫做都市果核计划。就是我们想象中是，就是如果我们把就是城市里面的这一些废弃的房舍或者是空下来的空间都当作是一个苹果吃完的果核丢在土壤里面，它就是垃圾。因为其实很多这一种废弃的空间就是没有太多人敢去，或是不会主动想去。但是如果我们在里面加入了一些新的艺术文化的活动，它有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光景。所以我们当时其实第一个计划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城中艺术街区，因为它的地点真的很好，它在西门捷运站的附近。那我们当时做什么事情呢？我先把三个都讲完。第二个是在双连站旁边的中山创业基地，那第三个基地就是新布丁文化市场。那它时间刚好是从2010年一直到现在，就它在不同阶段我们推出了不同的基地。那回到就是城中艺术街区，就是城中艺术街区那时候你有看到有颜色的，就都是我们已经就是有产权的房舍。那这一些传统的老公寓啊，就是没有人住，它坏得很快，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跟母公司说，那可不可以把这一些借给我们？那母公司就说，你们要干嘛？你们做拿这些地要来干嘛？那我们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因为在那当时2010年，我相信现在也还是有非常多的协会、剧团、艺术家需要空间，尤其是在都市里面，他们很难找到一个完整的空间，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我们把这个空间释放出来，就是让协会啊、剧团啊，然后还有艺术家啊，然后在里面就是创作。可是没有那么好的事情，对不对？我们把这空间给他，那我们应该也会希望得到一些什么嘛。我们其实要的不多，我们要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我1到4楼都给你用，可是你2、3、4楼你要怎么用我都没有关系，可是你1楼要对大众开放，你要对大众开放，让他可以走进去你的空间里面。那这件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就是艺术或是表演跟人们的生活不该是断开的，尤其是你在一个这么市中心的地方。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些协会他们当然想要空间，所以他们就会被逼着说，好了好了，我们来1楼办展览啦，好了好了，我们来办一些工作坊。那当时其实是我一个算是蛮突破的尝试吧，可是我们又很怕他们会觉得我们是来稽核的，来看一下你们到底有没有把这边搞坏。所以我们那时候做的方法是，我们在这个基地里面开了一家咖啡厅，然后那咖啡厅的功能就是欢迎大家来找我们喝咖啡，那你们有任何的资源或者是要这边办活动办讲座都可以。那当时基金会的同事还有个功能，就是我们也是要会煮咖啡，要会做外场，然后要去take care 一下这一些艺术家。那这些艺术家现在都有些都非常不得了，像是大家有听过豪华朗基宫吗？有吼哦，很大声。然后还有像是在歌剧院嘛，所以有听过黑眼睛跨剧团、莫比斯、
这一些就是中型的剧团，它其实曾经也都在这个基地里面进驻过，所以这是我们当时做的就是城中艺术基地区的计划。不过这个计划当时我们的就是设定两年，两年到了我们就结束这个计划了。那下一步我们往哪边走呢？我可以让大家看一下当时的一些，我们在那边办了展览，我们在顶楼做了这一个就是临时的结构，然后我们也在建筑跟建筑中间去讨论了违章建筑，而且这个建筑很妙，是它这些全部盖出来都是违章哦。可是我们在想什么时候会被检举呢？因为它展其实很快，可是台北的这个有录影吗？不过应该还是可以说啦，就是台北的那个违章很多，所以你要猜其实就是猜不完。然后我们就在想说，那展览到底展览的哪一天会被拆掉呢？因为它其实就在两个房子中间盖了一个结构。他去讨论的是，就是台湾的后巷文化，就是你家的后巷跟你家的后门跟我家的后门对在一起，你在洗衣服的时候，我可能在炒菜，所以他其实就把这个空间透过这些结构连起来。当然，我们当时没有大张旗鼓的叫大家来猜啦，可是他的名字就叫做《朗读违章》，他这个展览的名称。那同时，我们也在里面做了一些开放的，像表演，像当时也是易碎节的场地，就是右下角这个是台北易碎节的其中一个表演。好。我真的很怕它又黑掉，我们赶快看下一张。这是中山创意基地。那中山创意基地的做法就比较稍微不一样一点点，就是我们在中山创意基地呢，就是它这个地方就不是中泰的了，就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在想，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用政府的计划一起来推动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台北在那个时期有一个叫做 UIS 计划，那 UIS 计划它的发想很简单，就跟我们的都市古河有点像，它希望可以让台北的老房子、老的资产都被活化。这个老房子跟老资产不限于台北市，它包含就像是这一栋，它其实是国产署的，它以前是那个烟酒公司的配销所，所以其实它就是把这些公有的空间都开放出来，以零租金的方式让团队进驻，包含大稻埕现在还有很多街屋，当时都是 UIS 这个计划。那我们那时候很幸运可以拿到这一个当时 UIS 所有基地里面最大的一个基地。那在这基地里面，我们主要办展览以外，我们也做艺术进驻。所以看一下，好，那这计划很特别的是，它在整个建筑物的后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草地。那这个草地呢，也是我们当时希望可以透过艺术活动可以活化周边的社区。那最感动的事情就是开始有锤球队里面来这边打锤球了。就是那时候我们刚来的时候，大家就想说，你们是谁？你们要干嘛？你们为什么要这边涂墙壁啊，然后很吵啊，办音乐活动啊？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社区对我们的接受度也不是马上就说好好好，你们赶快来。我相信没有一个地方的活化会这么成功的啦。所以当时我们在做这一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就希望除了我们在办我们自己希望倡议的建筑类的展览以外，我们也办了社区的报纸。就是在这个年代社区报发达的年代，就是办社区报纸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是在当时就是我们也算是少数在台北一个小小街区就开始做社区刊物的。我们一年发四刊，因为它就在双连站附近，所以我们就叫两个连嘛，连连看，然后连连看。所以我们那时候除了报道我们自己的活动以外，我们也希望可以报道街区里面的事情。那我们在这个基地里面也有艺术家团队是进驻，跟之前城中艺术街区一样，不过在这里我们选择团队比较不一样，我们找设计师。所以我们希望在，因为当时在中山站附近开了很多像蘑菇啊，一些就是台湾在地的创意品牌，所以其实有一股很强的设计力量在酝酿中，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基地里面就是回应这个基地里面想关注的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邀请进来的都是设计团队。在这个基地也是三年的时间，那比较可惜的事情就是这两个基地我们都有一个很深的体悟，就是你要做一个街区的活化或者是再造，就是都不是两三年就可以。我相信这个蛮好理解的，包含我刚才讲的锤球队，他们到第三年才来，甚至我们第三年在办这个大型的草地艺术节的时候，开始有是居民的摊位，或是有居民来逛，我们把一个旋转木马搬进来，让居民来做，
就他们的小朋友可以来玩，但是这件事情都不是第一年第二年就可以达到，是第三年才开始有。可是因为这是一个政府的计划，所以后来政府的政策就是有点改变，所以他就把陆续把 UIS 的基地都结束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得到下一期的签约，所以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基地。那刚才两个其实大部分的都是在做展览，那我们下一个基地我们不做展览了，我们做菜市场，就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个新木町文化市场，就是是我们在都市国计划的第三个基地。那在正式介绍新木町文化市场我们怎么做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很快的介绍一下，就是新木町文化市场的过去是什么。其实我自己来台中很多次都一定会去逛市场，所以我有去第二市场，然后也有去百货公司的第六市场嘛，就是其实当时在台湾各个地方都有很多很多的市场建筑物被盖出来。那为什么当时的市场会需要建筑物呢？因为其实在日本人来台湾之前，就是很多的买卖食材的买卖都是在路边，就是街市。那但是日本人来的时候，他当然希望可以带入一些就是比较就是现代环境卫生的一些算是气氛吧，所以他当时开始陆陆续续在台湾很多地方都盖市场，那开始把这一些食材买卖的地方收拢到市场里面。那新富町文化市场就在当时的那个氛围下面盖出来了，那当时的名字叫做新富町食料品小卖市场。我们右手边看的这个是1935年的6月28号他在落成的时候的样子。那不知道现场的有人去过新富町文化市场吗？有些人有，太好了。那你们知道那栋建筑物花不到6个月就盖好了吗？就是我们自己当时在找文献的时候想说，当时是什么神奇的魔法嘛？因为它是在1935年的1月有落那个动土大典，然后当时的居民就是现在还住在附近的，我们去问的时候他们还有印象哦。然后不到半年它就盖好了，那这个建筑到现在已经用快90年了。那当时在这个街区里面算是一个蛮新的蛮奇怪的一个建筑物。那这是他在1935年的时候刚被盖好的样子。那在那附近其实就是一个住商混合区啦，包含就是号称曾经有万人读国小的老松公学校也在附近。那当年的万华真的蛮热闹的，就是他在日本人来之前就已经非常热闹了。那所以在万华或是当时叫蒙甲这地方，不止只有这个市场，其实有好多好多个市场。那新富町市场是新富町文化市场，新富町食料品小卖市场是其中一个市场。那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当时的日本人描摹到他们颁布了一个市场守则，就你要盖一个新的现代化市场，你要符合这些条件才可以哦。就是你要符合排水，你要通风，你要采光好。你现在我们不想去逛传统市场的所有的问题，都在当时的建筑物里面被解决了。所以它是在1930年代颁布那一个卫生守则之后盖好的一个市场。那它也是现在台北市唯二两个还留下来的日治时期留下来的市场建筑。那另外一个其实比我们更有名啦，可能去过的人更多。大家有去过西门红楼吗？好 ，OK， 我们输了，就是大家普遍点头。那大家知道西门红楼以前也是菜市场吗？它其实最早最早也是菜市场哦，只是它比我们早，大概早20年。那时候，因为它还算是一个比较，你可以想象我们这边就真的是传统市场了。西门红楼那时候就是 supermarket， 就是那个百货公司里面那一种。对，那它就是有兼具就是可以卖舶来品啊，卖各种东西的市场。那这个是比较庶民在逛的市场。那这事情影响了什么呢？就是我们超痛苦的，因为你会去记录你们家旁边的菜市场吗？不会吗？但是西门红楼有很多很多的历史资料可以去研究，甚至它的建筑师非常有名，他盖了很多台北市的公共建设啊。新富市场没有什么都找不到所以我们那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其实花最大力气的是去找历史，所以我们开始翻了当时的一些市役所的资料啊，然后猜想当时可能是这些人盖的，然后找到了一些当时盖好的时候的文献。那其实我们找的时候最方便找的方式就是找报纸，就跟我们现在就是每天都有新闻嘛，
就是你今天现在的稀奇古怪的事情，100年后大家有觉得很神奇啊，像王思佳的包包，对不对？就是他这个当年的事情有被记录下来，所以我们就是搬了很多新闻资料，然后就找到了一些当时哦，原来新布丁王市场是本来是因为在某一个地方卖得不好，然后所以他因为生意差，所以他搬来这里。那这里很快盖好了以后，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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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他后面的故事。然后把这个新闻报纸里面的内容，把它变成就是我们展览的内容。那所以我们也知道他当时里面大概有什么样子的摊位，大概有几摊，然后这是他当时摊位的样子。那这个市场呢，就是非常的便利，就是它是一个马蹄形的建筑，然后它在整个市场有一些可以看的地方，像是它有三个出入口。那这三个出入口呢，就代表说你逛市场逛一圈，逛完就可以走了，就是什么都买好就可以从各个出入口离开。那此外，在1935年，就是离现在快要90年前，它已经有公共厕所，然后它还有现在最流行的自转车市场，这就是脚踏车停放处，就是它在这个市场里面有脚踏车停放处，甚至它还有物流，就是垃圾间。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它在整个设计它是很注重就是所谓的方便，然后现代化，然后它在整个园区的右上角还有一个就是宿舍，然后跟事务所。那不知道眼尖的你有没有发现，它其实是两个建筑拼在一起，就是它其实前面这里呢就是爸爸上班的地方，就是事务所，所以它这边的建筑它是比较洋式建筑的，可是在这个洋式建筑后面它拼了一个日式建筑，所谓日式建筑就是架高木板，然后榻榻米的那种，所以他们后面是爸爸的眷属住的地方。那甚至他们还有一个围墙把它框起来，让他们有一个庭院。所以你现在去新富电话市场的话，我们还是要保留他当时可以坐在那边喝茶的一个小小的圆廊。好，那这个新富市场呢，非常的命运坎坷，因为它其实在1935年刚盖好的时候超流行的，大家都想来逛。那甚至我刚才提到住在附近的阿嬷还说，他们如果有南部的亲戚来啊，他们就会邀请他们去新富町市场的厕所的上面，因为没有看过厕所啦，哦，很漂亮，所以他们就是会去上面看星星。对，所以当时对附近人而言，哦，这就是一个很新的地方。但是1935年过后没有多久，就马上遇到战争了。所以战争的时候，其实大家不用逛菜市场，因为国家配给给你，你拿身份证去领你的该得到的食材，或者是很多人在那个时候被迁移到中南部去躲炸弹。所以其实他盖好没有很久，他就马上遇到了这些事情，所以他其实有停滞了一段时间，一直到就是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以后，基本上国民政府就是当时是邮局的，他后来就变成台湾邮政。啊，是电信局的就变中华电信，这大概这个概念。所以当时的市场也都变成了就是公有市场，所以它从新富町食料品小卖市场本来就是公家的，变成新富公有新富市场。那在那时候算是还不错啦，因为有很多就是来到台北的居民，所以它其实有很多饮食的需求，所以它曾经是还蛮热闹的。那只是到后来就是大家开始不是早上才有空买菜，因为妈妈也要上班，或者是其实它外面有更方便的一个街市，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在外面买。那或者是大家现在的饮食习惯也没有那么爱煮饭，所以其实众多原因下面，就是它就变成就是它渐渐的有点没有人逛了。那大家知道为什么我刚才说就是整个台北市政府的那个市场，台北市的公有市场都被拆光光，只有剩下这个跟红楼吗？那因为红楼很好理解吧，拆它可能会有点于心不忍，但是我们这种就是跟大家都一样，拆掉也没关系。那为什么当时会没拆掉呢？它其实被包在建筑物的中间，所以其实它不好找，甚至我们那时候刚去的时候，它就是已经被埋没在很多的增建里面了，所以其实那时候很多在地的人都不知道这里有个古迹。那他是因为他太难找了，所以猜不到他就还有被留下来。那当然因为后来大家对文字活化的概念比较清晰了嘛，所以开始有去讨论说，那是不是这一些老的建筑可以被
指定成古迹，所以其实他在2006年的时候指定成古迹，然后在他指定成古迹前有一部电影，囧男孩，杨雅哲导演的电影，他曾经在新富电话城里面拍，他里面那个一号跟二号的那个家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事务所，对，那后来就是陆陆续续他。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啦，吼，台北那时候指定了很多古迹哦，可是没有每个都有办法修，因为政府也不是亿万富翁，所以他其实在2006年指定成古迹哦，他一直到2012年、13年的时候开始做就是修复的工程，那我们待会看到照片，那在接下来就开始由我们进驻来营运，所以其实现在的新屋电话市场盖得很漂亮，我们不会说都是我们做的啦，因为其实政府他们有先做了第一期的修复。好，那这是我们当时收集到的一些老照片。好，这是我刚才有说他国民政府来的时候曾经很辉煌嘛，就是你现在看到所有的一格一格的都是摊位，那眼尖的你有找到编到几号吗？他应该有编到40-50号哦，吼，可是他一开始其实只有35摊，所以这些后来全部都是新移进去的摊位。那听以前的长辈说，就是最鼎盛的时期是摊位中间的那个小走道，他们也要盖啦，也会变成一摊这样。那这是当时找到的一个 老的资料。那后来我刚才讲这个市场比较渐渐没有那么多人逛以后，它里面长这样，就是它其实你现在看到左手边这张图的那些老的摊台架，它就是真的是当时刚盖好的时候的木质摊台架，可是它就被闲置在里面。那它都是算是文化资产，可是其实都没有被好好的保存。那这个市场就变成有点像是仓库的地方，有点可惜。就它，我刚才说被包得很透彻嘛，很好理解吧？就是它被很多的增建富富挂挂的挂在就是周遭。那当时就是在台北市，他们针对这样子的老旧市场，虽然它被指定成古迹，或者是它不是古迹，它很老，那开始会有了就是市场要重新被利用的，重新再被利用的可能性有哪一些？哎，这张图不是我做的，应该看出来风格不太一样。好，这是台北市政府的资料，哈，就是有就是改建，然后整修再利用，或者是它可能就是检讨一波公务使用，所以其实这边蛮多市场都有照着他们当时的规划，像是公宅或者是护理之家，它就变成一个新的机能。那像是新富市场这样子拥有古迹身份的真的比较少，所以其实我们当时遇到一个问题是，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文化设施嘛，可是我们的主管机关其实是台北市市场处，所以其实他当时也不太知道我们要干嘛这样。那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呢？好，我们先来回到讲说它的古迹修复的部分，就是它在2012年、2013年的时候，市府有委托了一个建筑师事务所做修复，所以基本上它的本体结构真的很实在，就是它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破损，所以它基本上就是做立面的修复。那我们现在都有帮大家准备 before after， 所以像是市场的正门。然后他重新还原了这个市徽，这是台北市的市徽，然后还有他旁边的这些铁皮都拆掉了，然后里面也重新做了整理。然后，好，我们要走回来，好。还有像是他的中间一个很有特色的天井，然后还有事务所，全部都重新就是改造了。那这是当时就是建筑师事务所他们做的努力，所以基本上呢，这个市场就变回了一个就是修旧如旧的状态，就是它就回到了它原本的样子。那可是里面就是空的，因为所有的摊台架、文化资产的东西全部都被收起来了。那至于就是里面要做什么，也是台北市场处很头痛的一个点，因为基本上市场处的业务很简单，你是摊商，你来跟我租摊位，我收租金，你卖东西，就这样。所以基本上像我们台北市或者是台中可能也有，就是有很多就是艺文团都会跟政府说，哎，我来帮你经营空间，但是你不要收我租金哦，或是我来帮你经营空间，可是政府会说，可是你只能卖这个空间里面的20%或30%可以卖东西，不一样。因为像是这样子比较是在文化目的使用的空间里面，它可能有一些商业使用空间的限制，像是我这个场馆可能有100坪，可是因为你是文化设施，我只能让你20坪拿来卖东西。
但是这个不一样，它就是一个实打实的，就是一个超级市场，你要怎么做都可以。所以当时跟我们中泰建设、中泰建筑文化艺术基金会竞标的有，就是像是 Hostel 做旅馆，或者是有做商场，因为它就是一个很棒的地点，因为它就在龙山寺捷运站的旁边。那我们当时提的是我们没有要做商业使用，有点傻傻的，因为它租金蛮贵的。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说，因为它是一个古迹，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让它就是重新被用文化的方式去使用这个场地。所以我们那时候进来的时候，其实并没有选择全部商业使用，甚至我们在刚开馆的时候讨论要不要收门票，我们也觉得不要收门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市场旁边其实还有一个菜市场。我们希望那些买菜的人都进来逛啦，因为我们在里面做的展览啊、活动啊，或者是议题啊，都是跟传统市场有关的。那你这些就是会来传统市场买菜的人都不进来了，那我们要到底要谁要进来？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说，我们不要收门票，你基本上你逛完，你就是摊商经过我们过去尿尿也可以，因为那个公厕在我们里面，所以他们一天一定会进来很多次，对。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制冰室的空间，那这个制冰室的摊商，这个阿嬷呢陪我们一直到去年，哎，他人还在，哦，大家不要误会，他只是人太年纪太大了，就是他在就是这个市场里面有一个制冰室的空间，这是从1935年在有这个市场的时候就被指定要有的，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冰箱啊，当然也没有大金空调这种，所以基本上市场里面要保鲜就是靠冰块，所以在这个市场里面自己有一个制冰室。那这个阿嬷她其实是嫁入这个汤姓汤的家庭里面以后，就接手了这个制冰室的工作。那因为她先生比较早离开，所以她做制冰就做了40几年，一直做到去年。那因为她身体就是觉得啊太累了，就说好，那不然先休息，所以她后来就没有再继续做冰了。那他制冰的室的生意呢，就是包含他中间在做各式各样工程的时候，他还是会从工地里面推出一车冰哦，就是他都有持续的上班啦。那包含我们进来的时候，他也有问我们说，哎，那还是你们就把我制冰室顶走啊，就是看你们要干嘛都可以。可是我们就是很希望这样子活着见证这一个摊位史的唯一最后一个摊位可以留下来，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跟他谈说，那反正我们10点开门嘛。啊，你制冰室的工作都是5、6点就开始做，做到9点就做完了，所以不会打架。但是里面有一些界面要协调，像是他的制冰机的马达声，他人没有在里面工作还是很大声，所以我们要做隔音玻璃。啊，做了隔音玻璃以后，里面就会有雾气，雾气就会把他机器弄坏，所以我们要装排风扇。就诸如此类的，我们竭尽所能的所有的硬体的改造，就是希望他可以跟我们一起。那换回来就是我们后来有很多展览都是以他为主角，那甚至我们迟到也会被他念一下啊，因为我本人就是蛮常9点以后才上班，那他就会坐在门口说，哎，今天又迟到几分钟，或者是天气冷了会帮我们煮就是姜茶给我们喝，就是拜拜的时候会提醒我们要准备念那个就祝祷词，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他就是我们的那个大长辈这样。好，他就是一直到2022年啊，就是他才就是正式结束了制冰室。那制冰室的空间现在也还在，那我们取而代之是有放一个纪录片在现场，我今天有带，可是时间关系，就如果来得及会再让大家看这样。好，大家是不是也觉得听我讲有点腻了？那我们来看个影片好了。好，阮家都已经，吓，吼，阮家已经，啊，才对这座，对这座，啊，才对这出去，嘿，嘿。那时都暗时啊啦，暗时啊，阿嬷叫我去买面，暗飕飕，嘿。这安尼修安尼，敢参古早同款？有啊有啊，有参像古早。市场内是有改革啦，市场内以前是迄落猪肉店甲菜粿啊，菜粿也是做阿门土，啊猪肉店是吼茶的，嘿，啊一个橱啊，嘿。啊，这外口咯。这无，这拢远方。远方哦。嘿。
日本人去的拢啊，足足去啊，足好。你当阵拄去好，敢像像安尼？哦，青色草哦，迄阵吼，新点点哦，足水。以前遮拢阿门土做的迄个摊位吼，卖菜，啊，这边卖豆腐，啊，卖甜不辣，啊，迄边卖猪肉，猪肉店迄边。这日本阿厝的书店，十几个要七十通年啊哈！只好我五岁，迄阵都遮都都要去啊啊遐搭搭一个迄落台吼，啊讲要动土吼，哦啊怎咪等唔知满枝啊饼吼，哦大家捡啊。伫倒等啊？伫遐迄事务所遐搭搭一个台，啊啊要迄个动土的典礼。嗯。就伫遐哩等。嘿嘿，对。啊，咱囡仔，咱老婆都甲人开去，开袂入去。有眉毛，努力马小，是好卡热，有卡热，神都卡哇伊呀，神都卡哇伊。那弥伊玛古拉，有眉毛，努力马修，是好卡热，有卡热，神都卡哇伊呀，神都卡哇伊呀，那弥伊玛古拉。它是在以买菜的一个环境，在一个很简单的建筑形态里面，两边的市场绕起来变成一个马蹄形，在一个封闭的可能性里面，通风采光可以用这个中庭，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典型。我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就是我们对乡愁的情怀是不断的上升的，可是我们记忆是不断的在减少的。所以在乡愁跟诗意之间，我们要怎样去做一个事情，让我们有办法很正面的、很有意义的，在这个环境里面去找到一个结合，
一个基地跟一个社会环境的可能性，在这个可能性里面重新去找到一个原点，然后怎样在这个环境里面告诉别人我们曾经以前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市场在这个历史的节点里面有什么样的重要性，这个重要性在这个环境里面跟旁边社区的所有的人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憧憬，这样子的情怀，这样子的意义，对我来讲，对建筑师来讲，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使用这个市场的方式不像其他古迹保存的方式，如何在这个市场里面，在这个环境里面找到属于这个社区的一个身份。那这身份是什么样的身份？它是一个互动一个身份，它基本上是一个邻里的事情。那同时在垂直面上，我们在一个属于台北市一个很深层的一个历史建筑或是历史环境，我们剩下就剩下这个房子而已，我们机会就只有这里，我们必须要让人家意识到就是在这里。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原点，重新再从这个节点里面去产生我们面对自己身份、了解自己身份、去增加自己记忆的可能的时候，我们的乡愁情怀它只是一个幻象而已。我们即便是没办法让它变成原来的市场，我们也要让这个建筑的生命它是有未来的。每一个材料都有它的时代背景，以前没有混凝土所以用砌砖，但没有砖所以用木头，当下背景就是用闽籽纸。我们看到这是现代去反映一个现象的材料，它本身就有一个材料的对话，透过这样子我们才能读到当时的背景，读到当时的痕迹，读到当时的文化，读到当时的所有一切的生活。古迹是不能动的嘛，你如何在古迹里面再建房子，而且要建一个是可以使用的房子，不是只是建来看的房子，那你要如何将来又能回复的时候又不会破坏，可能在施作的时候，在挖的时候必须要先切开，做完保护，做完了以后这个地方才有办法收回来。那如果把外面的所有的系统拉进来，以及要怎么样让那些东西不见，因为 PC 板它都透明了，灯光一打什么东西都跑出来，你怎么样找到那个路径，那是预先如何去准备好的功课，那个比较不困难。第一个事情是在精神上我如何保持它，不管是通风采光，不管是它流通性，不管中间这个中庭的重要，我要去保持它的精神，我要去尊重它的精神。物质呢，所有材料胶边缘的时候我都留了15公分，完全跟所有的墙面脱开，我希望它是轻的，它不会在这个旧的房子里面有一个占据这个旧的房子的一个重量，不要去破坏我原来房子给你的一个物质跟精神上一个机会，这是我处理这个新跟旧之间的一个态度。在菜市场这个我们互相经过的一个过程，它这个大概3米或是2米多的一个尺度，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有意思，希望是在这个尺度里面我们有一个穿梭巷道，在那边绕来绕去，在这个巷道之间，不管是这个好像在室内但是又在室外的空间，我觉得在那个互动上的关系是相近的，就是我们希望说它是一个公共的空间，对不对？可是其实在那个公共私密的一个交界上是不清楚的，因为其实家是一个灰色空间嘛，你要干嘛都可以嘛。
所以我希望这个灰色的空间，包括这个墙本身的个性，包括每一个空间视觉的一个穿透或是可及性，我觉得都希望它是一个可以互相相融的，是 inclusive， 是内容性的，不是一个外排性的一个建筑。那他们在这些空间里面，可不可以因为这样子的空间内容影响他对以后的空间内容或是使用方式的一个改变？我觉得这是一个直接的事情，就是放在一个很直接的一个环境里面去改变它。那改变是互相的，就是包括年轻的人或是比较创新的一个行业或事业，或是他们在这个传承的状况下，他们小孩子来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会觉得来这边因为这个事情是比较舒服的呢。那这个连接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可我父亲就是董事长，有一个很厉害，是他挑的水果都是超级好吃、超级甜，几乎所有的水果他都是他的强项。我的爷爷奶奶、外公都是在市场里面做生意的，所以对市场是熟悉的。我觉得在市场生活长大，会一直觉得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我觉得所有要做平台的人，都应该要跟市场做学习，因为市场是最原始的，可是它是最真真实实的平台，所有的事情都在市场里面发生，人跟人在里面要产生关系，而且是一个好的关系。好的关系不单单只有合作上的硬邦邦的关系，还有情感上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是传统市场里面提供给我的一些养分。阿哥想点啊，那个葱啊，哟，咪啦，是这山药。山药，我若要煎，爱用，不能用台湾。要煎的，拢会使，用盐甲切一个吼。啊，你迄落糖甲豆油，糖甲豆油，啊，甲蒜头甲用一下，安尼就好啊，吼。好，谢谢你哈。对。较等一下。安尼。我较等一时啊，好好，好。我甲你讲啦，恁即摆好命啦，我过来吼，我看无一个月就开始拢煮饭啊，人讲啊，拢带媳妇来，再互伊煮，人伊就啊，伊就放互你煮啊。没有其他的，不会讲。好了，就这样啦。好了 ，OK， 好了，好了。那我们现在经营新富这样的一个空间，是跟传统市场结合在一起的，它也要变成新形态的市场，有各种资讯的交流，还有人的交往。那我们希望说，不单单只是对于我们周边的市场，而是对于万华的这个区域，我们也可以产生以上的这些价值，而这些价值啊，跟市场的价值结合在一起，让这个地方变成更有它的一个独特的魅力跟特色。大家有看到我吗？刚刚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一开始的那一个阿嬷，就是一开始拿照片的那一个，她就是现在还住在园区旁边，然后跟我们也都还蛮熟悉的，因为她有事没事都会经过我们去旁边市场买菜。然后最后面的那一个煮菜的那一个阿嬷呢，就是我们现在在里面的那个教学厨房的空间，就是她以前摊位的位置。然后她是卖猪肉的。所以我们那时候刚开幕的时候，我邀请他来开一门课，就是他在厨房里面做一道料理，是红烧肉，就是他以前在摊位上也会做来卖的产品。然后他先带着大家去旁边传统市场买菜，然后买完以后再回来
坐，然后在他以前摊位的位置上。所以其实我们会有一个厨房的空间，就是希望在一般文化设施以外，就是可以多一点点跟大家在生活中跟市场的交流。那在刚刚的影片里面有讲到一个蛮关键的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就是我们只有九年。就是我们其实只会在那边九年。那2015年开始到九年后就是2024年嘛，基本上就是明年。那九年这件事情可能现在大家觉得啊快结束了耶，有点可惜。可是其实对我们而言九年超棒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一开始大家还记得我谈的两个基地吗？就是城东艺术街区跟那个中山创意基地，它都不到三年。那对我们而言三年就是太短了，所以我们真的想跟社区有一些互动的话需要长一点时间。所以我们那时候在找新的基地的时候，先决条件它一定要够久，久到就是我们来帮他带工作坊的时候他是小一，我们离开的时候他可能已经高中了，那可能他就是摊商的小孩，也有可能他在经过我们这九年的陪伴他会决定要回来做摊商。这是我们希望在一个基地里面可以让他的时间拉得更长一点，然后我们在这边可以陪当地的摊商或居民久一点的原因。好哦，那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市场，那这个市场其实中间看到的就是士林古迹，那我们刚才看到那一张平面图有一个很大的围墙围起来嘛，所以红色的部分就是以前围墙里面的范围，它还是那个公有市场，所以那边还是有一些摊位。那为什么后来新富场会慢慢比较萧条，是因为外面有一个更强劲的对手，就是黄色的部分。它这黄色这一整条啊，就是你们刚才在影片里面看到他们逛街买菜的那个市场。那逛菜市场，老实说，台湾人的个性不外乎就是选择多又便宜，我才要逛。那这个小小的新富市场里面，最多的时候也才不到100摊，可是我旁边这一条街现在就有快200摊，以前它更长，长到龙山寺前面都还是。所以以前的选择非常非常的多，所以渐渐的大家都觉得我又不用进来买，我在外面买好就可以回家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这个市场有点被喧宾夺主了，就是它一开始是里面，可是后来反而是外面比较红，就外面很多人逛，那到现在还是蛮多人逛的。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刚到这个基地的时候，我们谁也不认识，大家都想说你们要来做什么。所以我们那时候先花了一年的时间，我们先做了田野调查，然后主要是做摊商的普查，然后还有附近居民的故事的就收集，包含你们刚才在影片里面看到那一些做长者，都是我们在前期已经花了一些时间跟他们做田调，然后甚至后来还出了一本书叫市场岁月。那我们大概花了一年的时间做这件事情，对我们也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万华是一个非常团结的地方，就是基本上外来的团队要进入很难，所以其实基本上如果我们贸然就把门打开开始跟大家做互动，就是可能会有一种被排斥的感觉。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花了蛮多心力，就是我们先做田调，然后了解这边到底大家需要什么，我们再往下走。包含我们那时候进来的时候办了一个新富八十好岁时的展览，因为刚好庆祝新富八十岁，就是2015年的时候。那当时呢，我们就先开始了一些小小的计划，像是我们找几个阿嬷。为什么是阿嬷？因为阿嬷不用顾摊位，比较有空。阿嬷的故事也很多，然后她也对我们就是会觉得，好了，帮你们一下啦，就是跟你们讲一下话啦。所以我们开始的出发点就是先找了六个阿嬷，然后跟他们做了访谈，然后甚至把他们的访谈内容做成了一个作品。然后这是后来我们在展场里面呈现的样子，基本上它还是当时政府交给我们的样子，空空的，所以里面的摊位就是很多是我们自己重新做的啦。那基本上它里面就是我们还没有要决定它要干嘛，这是在2015年的时候。那在2015年办完那个展览以后，我们就要开始想，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来做里面的工程，再利用的工程。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就是一个奇想啦，我们想要在台北做一个大灯笼，所以你们看这个其实是当时最原始的就是设计图。它的做法呢，就是我们在新富这个建筑物 上面盖了薄膜，那这个都是软性的薄膜，那它基本上这个薄膜不是只是造型，是人真的可以走上去的。
所以它在上面还有一个空间。那我们当时希望就是用这种比较奇观的建筑，然后让大家发现哦，这台北这边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这是一个日本蛮知名的建筑师叫长谷川豪设计的，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因为台风来了。不要紧张，我们没有真的盖出来，是因为这个材质就是这一种建筑类的薄膜，就是当时在台北也不是只有我们要做，所以其实有些已经做出来了。那在那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台风，就是把油桶吹歪的那一个，大家还有印象吗？就是在那个台风，就是把台北市有些地方的薄膜的建筑穿破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啊，那如果真的九年内破了，蛮麻烦的，因为我们是期待里面是可以工作的地方，所以后来我们就紧急跟台北市政府去商讨，我们要改就是这个再利用的建筑，所以才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那这个版本基本上还是要维持，就是把马蹄形变成椭圆形的状态，然后只是我们把所有的功能都往里面缩，所以你要想以前它可能是一个两层楼的建筑，我们现在把它都包进去原来的这个建筑物里面了。所以在这建筑物里面，我们真的非常贪心，我们想做很多事情，所以里面真的有很多小空间。里面有什么呢？有公共空间，然后有展场，有教室，有厨房，有我们的办公室，然后还有建筑团队的办公室，然后还有会议室，还有仓储的空间，都在这个就是小小130几坪的空间里面。所以旁边的爆炸图就是我们把它拆解，然后我们在里面做了阁楼啦。我们在整个建筑物的两侧比较完整的长方形里面做了阁楼，所以我们工作人员最可怜的就是在展场下面的那一小间。所以只要你们在上面看展览，我们都知道哦，就是脚步啵啵啵啵啵啵过去，啵啵啵啵啵过来，我们都听得到这种，就是因为这空间太不友善了，所以就是我们自己用。就是公积金会自己使用这空间，这样。好，那这是当时的一些模拟图。那还是可以看得出，它就是隐身在整个城市的中间了。那刚才那个建筑师是说的，就是他们希望可以，以前是这样子，就是走到旁边两边是摊位。那现在走道的宽度不变，只是走道往中间的天井靠近了，所以它那个内外的空间感就被隔出来了。因为它是一个开放的场馆，它要办展览，它在走廊上面有作品，可是里面的人也要上班，就像是我或者是进驻单位，所以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把它分成公领域跟私领域，就是以前大家的摊位的部分是我们上班的地方，那走道就是往内缩这样。然后我们现在的空间其实就有像这一些地方，那这一些地方就是我们目前还可以运用的。那有几个空间让大家看一下，我刚才讲的那个会很大声脚步声就是这里，然后我们的办公室就在这个阶梯的后面，就是隐身在这阶梯的后面。那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创造一个展览的空间，它是开放式的，然后我们还是要保留一些他们原来的摊台，希望让大家知道以前的人逛街逛市场的感受是中间的玻璃就是走道，然后两边就是摊位。那我们还是有一个开放的就是商业空间，然后旁边是我们的厨房，刚才在影片里面看到厨房。那回到这一张，大家可以看到在厨房的旁边是不是有一个很厚的墙，这个墙的厚度宽度就是以前摊位的宽度。那当时设计师希望我们这边把所有的管线都藏起来，就是刚才那个纪录片里面讲话可能比较拗口一点，所谓的外面的系统就是电线啊、水线啊，然后还有仓储啊，这些就是所谓外面的系统或是楼梯。所以其实它在里面的这一块这个墙里面，它有藏电线、水线，然后还有藏仓库、楼梯都在这个里面。所以基本上你如果是个观众，你就是到一个很好拍照的地方，因为这些白色的 PC 板都是最好的打光板，所以在里面拍特别漂亮。这是我们后来意外的发现，就是其实我们那时候刚开的时候也担心哦会不会没有人来参观，我们一下就红了，因为这边太好拍了，所以你们上 IG 找新埔电文化市场超多人在这边打卡的。可是红了也有红的担心，就是我们担心大家觉得这边只是一个打卡拍照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开始要办很多活动，让大家知道这里不是除了打卡拍照以外还有其他的功能。那我们在这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厨房，
然后在这个古迹旁边，其实我们新盖了一个就是清水模建筑，就是刚才影片里面的那一个缩时摄影。然后这个团队是来自台中清水建筑工坊。那这个团队他们盖台湾，在台湾盖了很多清水模的建筑物，包含离台中比较近的就是玉秀美术馆，哦，这是他们盖的。所以当时他们就在古迹旁边盖了这一个新的设施。那主要这个设施的地点就是以前的厕所啦。那只是厕所很早就已经不敷使用，所以已经改建很多次了。但是我们进来的时候，这厕所其实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跟政府说，那还是我们重新盖一个。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古迹里面不能放很大的机具嘛，因为会伤害古迹，所以没有机具就代表没有空调，你们可以接受吗？不可以吗？所以我们需要再找一个建筑物来放空调的机房。所以这个建筑物就是它一样，一楼是厕所、公共空间、哺乳室啊，无障碍厕所啊，还有我们的各种仓储空间。可是二楼就会是机电设备，所以我们所有的冷气都是从这一栋运输过去的。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需要做增建的原因。那我刚才不是有提到说，摊商不管怎样都要来嘛，就是因为他们的摊位到这个厕所就是要经过我们，所以他们每天都会一直经过我们，然后就算不知道我们在干嘛，他们也都就是会就是进来。那我们那时候刚开幕的时候有一个展览，就是我们那时候，因为我们当年啦，我也还是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所以我们其实整个团队都很年轻，然后我们也不太会真的会煮饭，也不是真的很会逛菜市场，所以我们在想，我们有很多关于买菜煮饭的问题，所以我们就除了我们自己的问题以外，我们在网络上收集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料理的问题、买菜的问题、保存食材的问题，然后拿去问摊商，然后我们把这一些答案就是放在他们的摊位到厕所的必经的一个廊道的展示墙面上。然后上面就会写，哎，哦，鸡蛋要怎么保存？么么么么，陈先生这样，对。然后就是我们就透过这个方式，让摊商在经过我们场馆的时候看到他们自己的名字啦。可是不会是真的他们名字，可能是隔壁摊的陈阿姨，或者是隔壁摊的李先生这样。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方式，让摊商跟我们的场馆是有点关系的。那这是我们后来新增建的这一个清水模建物。那在古迹改造完以后呢，就是我们就在想说，好，我们已经做完第一步了，就是我们把房子都重新改造完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在想，就是我们最大想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这个古迹不是只是变成餐厅。因为这是我自己的观察，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老房子的改造或者使用最快或者最有平效的方式就是变成一个餐饮的空间。但是你去台铁宿舍台铁站长的家的餐厅，跟你去就是台营站长的家的餐厅，跟你去谁谁谁的宿舍的餐厅，很像，你都会觉得很像，就你不知道这间空间以前是什么样的脉络。所以我们那时候希望在做这个房子的时候，希望是可以回应它以前是什么，我们现在就让大家知道。所以刚好旁边有一个菜市场，所以我们那时候做的很多活动都是跟传统市场有关，然后跟在地有关。那我们在做完这个改造以后，我们就要接下来迎向新生。那在新生的过程中，我们除了旁边的传统市场以外，我们知道有一个资源也是很需要和我们觉得很好利用的，就是我们就在万华啊，因为万华就是超级棒的，各式各样的文化都在这边。有什么呢？就是有精神信仰超多庙，然后还有传统产业，然后还有各式各年代的建筑，然后还有很好吃的东西，跟各种社会阶层然后的生活都在这边，你都看得到。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希望我们在这边做的议题，除了一个就是让传统市场重新被大家认识，或者是你会觉得跟传统市场的距离没有那么远，那再来是你们有去过万华吗？有去过万华请帮我举手。那请问你们去万华干嘛？拜拜龙山寺。对，就是其实万华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很多人去万华其实会就想到拜拜，然后可能会不知道还可以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增加一件让大家可以来万华做的事情。那你就来吧，就来万华吧。那你透过我们认识万华以后，你就从我们的场馆走到万华别的地方。因为其实我们旁边就是剥皮寮，在更近的地方是龙山寺，旁边就是万华车站，隔壁就是龙山寺捷运站，就超级方便。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我们这个是一个节点，然后让大家进来，尤其是不同年龄层的进来，然后重新认识万华。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也调查了，就是万华，就是新埔周边的几个区域。好，然后我们好回到我们整个宗旨，就像我刚才提的，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一个建筑物变成饮食教育的场所，然后让它可以变成一个研究过往人是怎么生活的基地，然后同时我们也希望连接在地的资源在这个地方，所以很简单，我们就是希望可以变成一个生活的博物馆。那所以我们在里面展的作品不会是让你觉得遥不可及的艺术品，因为我们更在意的是这个作品是怎么被做出来的。好，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非常多角色在里面，包含我刚才提到的旧参与者跟生活者，就是我们访谈的这一些耆老或者是在地的摊商，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在地的店家，就是除了新埔的摊，新埔丁文化市场旁边的摊位以外，还有一些老店，然后有些二代创新的店，或者是有一些，你们知道万华是一个最多讨论公众议题的台北的行政区吗？就是万华有超多各式各样的公民团体的讨论无家者的议题，讨论贫富不均的议题，讨论街友的议题，都在万华，所以我们希望这边也可以变成是他们可以办活动的地方。那同时我们也会邀请一些就是艺术家或是设计师，然后来帮这边的文化重新做一个再诠释。那当然我们不能没有观众，所以我们希望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有人来看我们。希望大家听完今天的会愿意去这里，还是有人没去过嘛，对不对？应该有60%还没去过。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透过填掉传统市场，填到这万华周遭，然后去把它原本的价值做挖掘，然后交由就是创造者诠释者再去做，然后我们生成活动，这是一个流程图。那当然不是每一个活动都可以这样套用，可是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艺术家来，很多人就会说啊，我们要去一个地方驻点，然后可是到了真的不知道要做什么，那没关系，我们邀请你来，我们帮你先做好功课。所以我们其实每次找任何一个策展人或是艺术家来，我们都会先给他一个超级大容量的云端硬碟，就是他们可以先在上面找到他们有兴趣的事情，然后再来跟我们说，有点像目录页啦，你对这个万华创市场有兴趣，那你可以找 ABCDE， 啊，反正你去报我的名字中泰基金会，他就会说哦好，请进来。然后如果你要做什么议题的话，你就是找谁谁谁谁，或是你要做访谈可以找谁谁谁谁。所以我们的功能不是，我们不是策展人，也不是艺术家，我们有点像是帮大家收集钥匙的人，所以大家可以拿着那个钥匙去找到他们要的东西，然后做出东西以后再来这边展览。所以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我们就是不断的去做访谈，然后去挖掘当地。所以我们在想，就是透过文资活化的市场可以衔接当代生活，让你不会觉得传统市场离你的生活非常遥远，但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好，所以我们里面除了办展览以外，还有几个活动在里面进行了，像是我们从城中艺术街区就开始的建筑工作室，然后也有我们有在做市场人的培力，希望可以让传统市场有点改变，真的走到他们的生活里面，改造他们的营业的方式。那我们有议题的策展，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比较是年度型的策展，然后我们也有在地的研究。好，那我们在年度议题策展里面呢，这都是我们做过的题目。我们最早开始做，先从传统市场做起，就像刚才提到的，请陈永贤老师来做了一个录像艺术，是针对摊商拍的。那再来，其实我们又讨论了市场以外的万华。那再来，我们甚至讨论了就是日本人眼中的万华，日本人眼中的市场是什么。所以我们每一年都做一档年度的策展，可是这个展览呢，没有很好看。就是你们可以不用来看，为什么呢？不是说不用来看，是因为我们在乎的不是它好不好看，是它中间到底做了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展场很小，那所以我们要怎么透过有限的展场让大家就是知道他们做的事情。其实重点不是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到底是多厉害的艺术品，那我们希望的是在过程中对当地的劳动。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年度策展的 TA 有两个人，一个对象是在地的人，另外一个才是来看展览的人。那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年度策展，让在地的人重新觉得，哦，我的东西也可以拿来做展览哦，哦，这样子你们也会想要看哦，就是这样子的感受，然后让在地的人会更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有认同。
那当然还是有很多很好看的啦，像是这一个就是剪纸艺术家结合结构的一个登高的装置，就是所以对我们而言，其实作品的好看与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那中间的劳动过程是什么。那我们也办课程，就像今天这种讲座。那我们在办课程的时候，就是会办几种类型，像是饮食的课程，或者是介绍万华在地风土的课程，或者是各种课程我们都办。但是我们没有像歌剧院一样那么厉害，每个月可以办一次。就是我们基本上是找到适合的题目，我们会一年大概做2到3个系列的主题，然后不定期的开课程。那我们到后来有一个叫做新富町文化市场学校的脉络，是我们觉得我们在经营几年后归纳出来，我们就是关注几个议题。第一个是传统市场，所以我们在新富町文化市场学校里面有一个系列，就是传统市场的课，包含煮饭的课。那第二个系列就是古迹活化，所以我们在那一次的课程里面去收集了全台湾各个地方不同的老房子的经营者来谈这样子的老建筑你会怎么活化，会怎么跟当地做连结。那第三个是我们觉得你家就是博物馆啦，所以我们里面展的东西很多都是常明家里面有东西，所以我们那一次的课程是找大家来修家里的东西。那我们是跟就是台南的台湾历史博物馆，是吧？我没有念错，台湾历史博物馆台史博合作。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新的脉络，就是新富町文化市场学校。好，然后当然我们也是希望不要浪费旁边就是传统市场这个资源，所以我们其实也办了很多课程，是找大家来带大家去到找讲师来带大家去逛市场，然后买完菜来煮饭，然后各个主题都有，包含小孩子的也有哦。就是我们也有一个系列是在节庆的时候，就像端午节啊、元宵节啊，或者是圣诞节啊，我们办一些活动是给亲子的，就我们邀请就是大朋友带小朋友来摇元宵，然后甚至带他们来包粽子，或者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就是办一个活动，就是你闯关去传统市场的闯关过关就是给你汤圆，因为那时候离冬至很近。那如果你是展览的闯关成功，我就给你红酒，就是这一种比较是结合节庆文化的这样子的饮食活动，我们也会在这边举办。然后再来的话，是我们在2017年开馆以后，到2021年才真的推出了一个传统市场的艺术节。因为我们2017年开馆以后，其实还不太敢说我们超熟传统市场的，因为其实我们一年就做一档展览。全基金会也不到10个人，到底有多熟传统市场也还好吧。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更长时间的累积，然后确定我们要做的方向。所以我们在2021年的时候觉得，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可以开始让大家用我们想到的方式来认识传统市场。所以我们办了新富有乐市，那待会会有一个case study 会讲这个，我就先跳过。然后再来是我们在里面也办了常设展，这也是待会会再说。那此外的话，我们也做 open call， 就是我们觉得只有我们的观点太单一了，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每年都邀请不同的策展人或是艺术家来做作品。然后我们其实老实说，就是一档给10万，没有很多。你要做出个展览，你要是给10万，是真的没有很多。可是我们答应他们的就是，你们只要进来想认识谁，我们就带你们去认识。所以其实很幸运的是，每一个艺术家带来的作品都蛮精彩的。虽然那个经费不是非常非常的高，那我们就是陆陆续续已经做了6年了。那今年会再做第7届。那我们里面也有就是进驻的办公室，然后里面的团队已经换过很多轮了。然后现在里面的就是有推广马戏的星河陈星河，然后还有就是比较是亲子活动的，然后还有万华在地导览的团队，甚至还有建筑类的杂志也在里面。好、哦、然后我们也出书，就是欢迎大家支持，博客来都买得到。就是这2本书也是我们在做地方研究的时候，我们希望可以把研究的成果变成书，而且是一本好看的书。我自己觉得这2本都超好看的，就是可以很有自信的推出这样。好，那再来的话，我们里面当然还是有商业空间，就是以前的事务所现在已经变成了就是一个 Tokyo Bike， 它也是一个日系的咖啡厅，日系的单车咖啡厅。然后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很幸运的我拿到了日本的设计奖，就是 Good Design 的奖项。那其实这个奖项其实主要是
颁给这个建筑物的再利用，以及我们在过程中做的事情，所以这是2019年就得到的奖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想剩下还有一些时间，我很快的跟大家介绍几个我们做过的事情。然后第一个是万华世界，这是我们在2021年办的展览，然后它是我们现在在园区里面万华世界下午酒堂的老板，他当时是策展人做的，我想让大家看一小段影片。这个展览就叫做万华世界。那其实这是我们进去园区以后的第四档，就是年度策展。我们在那年的时候已经觉得我们很像可以走出传统市场了，因为万华真的超迷人的，它不是只有传统市场可以看。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邀请了就是设计师跟一位就是当时的策展人李正道先生来帮我们做了万华世界这个展览。那这展览当时想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觉得万华就是一个 fine dining 的餐厅，所以我们把万华我们盘点下来有趣的场域，像是庙宇市场、花街，就是之前那个疫情的时候的那个山水街，就是还有公益，然后大理街是做服饰批发的，然后还有青草巷，就是当时龙山寺旁边有一个，就是现在龙山寺旁边有一个专门在做青草的，就是青草饮品的一个巷弄，然后变成了就是 fine dining 的料理，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了一道一道的菜，然后我们在每一道菜里面也搭配了我们在针对那个场域里面调查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像是我们在调查市场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觉得旁边就是传统市场啊，我们干嘛还要在展场里面再做一个传统市场？所以我们在想，那传统市场跟你生活里面最有关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就把展场里面做成了一个饭厅，就邀请就是大家来说说家里面那一碗汤的滋味是什么，然后我们就在展场里面重建了这样子的一个展示，然后它刚好这一道菜就是汤，然后再来是甜点。那万华呢，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包厢，就是大家可以进去唱歌，然后也可以叫水果，然后进去有 Oshimori 跟你说辛苦了这样。那就是我们也希望在展场重建这个空间，所以我们在里面做了一个卡拉 OK， 就是我们把原本的摊台封起来，在展场里面再把你关进去一个小小的卡拉 OK 空间里面。那这一道里面就是叫做如梦似幻，然后 他做了一个就是你一含在口里就会化掉的，很多事情离开这个房间就像是幻影一样，这是当时策展人说，不是我说的哦，就是所以他们当时填掉就是去这些地方，就是蛮辛苦的啦，蛮辛苦的，我当时没有去。对，好，然后因为大理街是服饰商圈批发，比饶河街比那个五分埔更早，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大理街上卖的衣服有没有可能让你可以穿着去夜店玩，所以我们找了一个就是时尚设计的人去真的去那个大理街上挑衣服，然后他的上面的那个吊牌上面就会告诉你哦，这一套衣服你适合去台北哪一间酒吧玩。然后很多酒吧我都还没去过，就透过这个展览我也多知道了一些有趣的地方。那他这一道是一个主菜，然后是龙虾，然后就跟他的缤纷搭得上搭配在一起，然后我们在天井里面做展出，所以我们的展示空间真的很少，连天井都要拿来做展览，而且那时候就很怕下雨，所以那时候把天井封起来。好，然后再来就是大家比较好想象，就是万华有非常多的工艺。那这一道料理呢非常的有趣，它就是把那个面茶的那个面茶粉做成砖，然后把那个原本的该拿来拌的那个柜，就是我们平常吃，大家有吃过面茶吗？面茶就是面茶，就那个用
面粉做的东西去沾那一个甜粉嘛。可是他颠倒了他的做法，就是他把那个甜粉做成主体，然后那一个沾的东西就是那个面粉变成是载体，所以他就是用这个方式去重现他工艺的精巧的一面。好，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在青草巷里面大家觉得最养生的苦茶啊，最养生的蒲公英啊，做成gin tonic，就是让大家可以来喝一杯，就是让你就是在喝酒的时候也觉得自己还蛮健康的。好，那我们当时也做了一些推广活动，就是希望大家不是只是来看展览，所以我们把这一种雅美服装行的小卡藏在每一家万华在地的店家，走路都会到，只是有些可能要走半小时，就是邀请大家真的去收集这些卡片，然后回来我们再兑换奖品这样。然后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展览有太多甜调的故事可以说了，不是一个展览可以全部讲完的，所以我们又出了一本书，那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万华世界。我们把这个过程中这六主要还是以六个场域为主，然后六个场域的一些故事把它收集成变成一本书。好，那甚至这个策展人在过时隔一年后他回来我们这边开了一间下午就可以喝酒的酒吧，就是他当时甜调完以后就被万华黏住了，觉得万华太迷人了，所以他就当时我们刚好园区园本来的咖啡厅就是结束营业，然后我们在做新的招募的时候，他就说：“哎，那不然我来开酒吧。”我说：“你可以吗？你 这完全不会耶，没有开过店。”他就说他要试试看，所以这家店就是策展人李正道与他的朋友们，就是这个人会煮关东煮，你就来做关东煮啊；这个人会做陈设，你就来做陈设。所以他现在就是把当时万华世界所调查到的东西延伸成一个你真的可以进来消费的一个店。那这边的消费主要是酒啦，可是他也没有什么吃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希望你欢迎外带，你去找万华好吃好玩的东西进来配我们的饮料喝，就配我们的饮料吃，就是他不太卖吃的，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我们让大家觉得你可以去逛传统市场的方式，因为你要进来配下酒菜嘛，那我不提供你就只好自己去买，不过你可以拿我的盘子去买，因为老板会装比较大份这是真的，这是真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在2019年的时候也做了一个一口心腹的常设展，然后这个展览我快速带过，就是常设展里面呢，我们其实在刚开馆的时候有一个展览，这个市场都是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一个展墙给摊商的，然后我们有很多文史的资料，可是我们在过2017年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展览很像已经可以换了，所以我们那时候想重新来做新的展览。那这展览我们有几个目标，就是因为当时它会被保留下来，就是因为它被埋在这个口字形的街锅里面嘛，所以我们把它设定成了都市中的一口、蒙甲中的一口、市场中的一口，然后分别去做策划。那在都市中的一口里面，我们其实还是以它在这个都市发展下面的脉络为主，甚至我们上面的这个年表是大家很好理解的，基本上什么年发生什么事情是一个场馆一定会介绍的嘛，不过我们桌上放的是报纸，因为很多事情呢没有发生很像就不被记就没有被记录下来，像是报纸那时候有说就是这个地方曾经要拆掉变市场大楼，那我们期待吧，可是后来没有盖，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在年表里面，因为它就是没有盖。可是这件事情有没有被讨论过？有，所以我们希望收集到那一些不在年表里面可是它也真的被这边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它从日治时期的报纸一直收集到就是 SARS 的时候都有，SARS 的时候这边也深受其创，然后他当时是有推出了像什么一朵玫瑰花1块钱这种促销活动，像这种比较软性的新闻不会被写在年表里面的，我们也希望在这边被呈现。然后再来是谁说去市场不能买礼盒，所以我们就是希望帮大家搭配一年春夏秋冬四季你都可以在市场里面买到的好东西。那像是中间这一个抹布礼盒呢，就是我们叫它清洁组，因为夏天就是需要好好打扫家里，不然会有蚊虫滋生，但是你在全年可能都只能买到 3M 的抹布是吧，可是你在传统市场里面可以买到擦炉台的、擦碗盘的、比较吸水的、比较控油的，大概有四五种不同的抹布。那我们就去找了那个抹布行的阿姨帮我们推荐，就是他有他付了3块抹布还有清洁手套，然后跟你说怎么使用，然后还有就是过年要吃的腰果或者是夏天要吃的凉面，你在传统市场里面的不同摊位你都可以收集出来。我们没有真的卖，我们只是想告诉你这里很多宝可以挖，你可以自己搭配组合变成礼盒去送人。
然后我们还做了食谱的墙，我们真的去找了摊商问了他们食谱。像是有一道我印象 很深刻的是，我们知道坐月子要吃麻油鸡，但是以前鸡没有大家都有办法每天每一餐吃嘛，所以我们那个杂货店的那个阿姨就跟我们说，以前的人坐月子哪有那么好命，每一餐都是麻油鸡，他们会吃麻油煎饼，他们会用那个荆棘干的荆棘蜜饯，然后去跟麻油还有面线煎成一块面线煎，那这样子也是非常的营养。那我们就要把这个食谱放在这上面，都非常简单，就大家回家就可以做。然后在这里面我在播一个影片，就是我们那时候希望用不同的方式让大家认识传统市场，所以不会是只有展览这一种。那我们那时候在想说还有什么方式，我们想到可能漫画是一种，所以我们画了一个漫画。当时这一个影片是放在保险柜旁边，因为我们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日治时期留下来的保险柜。那当时我们在想说要怎么介绍那个保险柜会让大家比较印象深刻，可是很像纸板说明牌又有点无聊，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尝试用这个方式把当时阿嬷跟我们口述的一段历史，然后把它变成漫画，然后让就是大家看影片看漫画的同时，就是大概知道哦，原来这个市场很爱干净，然后这里有一个保险箱，以前都是把钱放在这个保险箱里面，然后这边有一个事务所是以前管理员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就是透过这个方式让大家可以去认识传统市场里面的一些物件。好，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新富游乐室。那新富游乐室它是我们从2021年开始办的活动，然后这是去年2022年第二届办的活动。那我们那时候想做什么事情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真的走到传统市场里面来，你不是只是来买菜，你可以来参加活动，然后那个活动是你很轻松就可以接触到的活动。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淡化市场里面可以看到的界限，创造不同族群在这边交流的机会。简而言之就是，你是爱看演出的人你也可以来，你是爱逛文青市集的人你也可以来，然后你是爱画画的人你也可以来，各种人你都可以来，因为这边是最有趣的传统市场。那我们当时有几个子题，就是包含有剧场，然后我们有一个限地装置，然后有空间开放，然后有一个市集。那我们的剧场的演出是跟明日和和合作。那当时呢，就是明日和和的做法很有意思，就是他不是只在园区里面做，他希望可以让大家走到外面去。所以当时他是设计了两条不同的声音剧本，他的起点其实会从万华附近的一个庙宇出发，那沿途经过的风景，他会用耳机的方式让你听到这个有一个故事。所以他其实不会有演员，因为演员就在你的耳机里面，然后让你可以知道哦，原来万华发生过这些事情哦。然后最后他们会回到新富市场里面，然后在这边做一个结束。然后我们想说的事情是，就是我们要做的这一个活动，不是只是让你一定要说创上超棒，你一定要来，一定要来买菜。其实万华也很棒啊，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活动认识万华、啊、只是你最后要记得还是要走回来新富就是了，你还是要让你们看一下传统市场。所以这是我们当时做的一个漫游剧场的演出，所以当时就是戴耳机然后穿越整个万华，整个时间大概30分钟，然后有两条路线。那后来我们也在这一次活动里面做了就是艺术共创。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万华有超多公民团体嘛，那里面有一个团队就很有趣，他们就是强调轻盈陪伴，就是青年跟银发族共同生活创造。所以在这个活动里面，我们也去找他们合作，然后邀请他们本来就有的画画班的成员，然后来画这个作品。那这个艺术家他当时共创的手法非常的简单，你们现在也可以做，就是用拓印，你不用有任何的绘画基础，你只要有一支蜡笔就可以了。所以他当时的做法是，他做了很带了很多大块的绢布，然后我们总共做了三十场工作坊，带大家出去做拓印，然后拓印下来的东西，然后再上颜料，然后最后会把它挂起来，挂在天井里面。那是一个整个万华地区，就是有摊商，然后有附近的公民团体，有一般的居民，然后还有附近的店家一起完成的一个共创，最后长这样。他会在天井里面，然后把它包一圈，然后上面拓印的东西就是他们生活身边的物件，大到连脚踏车都可以拓、哦。所以当时其实还蛮疯狂的，我们做了大概三个月的工作坊，然后最后这个作品的呈现，我们也非常喜欢，因为他就我刚才讲嘛，就天井我们也要做展览嘛，那这一次做一个不怕淋湿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挂在天井里面，然后自然光让它很漂亮，就算下雨也没有关系。然后这个作品，就像我讲的，就是它不是真的是要让你永久保留下来的作品，所以基本上展期的最后一天下面就发霉了，所以这个展览结束以后就会把它收起来了，就是不会 再展第二次了。嗯，好，那再来是我们里面有一些进入团队，我们也做了 open call， 然后让大家可以在里面办活动，然后我们也有一个小间餐桌计划，就是把里面的工作室小间工作室的空间跟餐厅的空间做结合，然后在里面办活动。然后再来是我们有办了一个重头戏，就是它叫新富游乐室嘛，它的出发点就是想在里面办一个市集。那这个市集呢，是我们当时就是一个突发奇想，想说，哎，那如果我们今天让摊商去摆那些就是文青市集会怎么样啊？然后我们就开始有些讨论说，哎，可以吗？他们的东西会不会在里面没有市场啊？会不会大家不想买？那我们那时候就想说，不行，我们就是来试试看。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在我们的广场办了这个蒙家好秋的市集。那里面呢，总共有快要30个摊位，然后大概有二十出头摊，都是你一般会去绿园道，或是会去那个任何一个文创市集就可以逛到的摊位，像是花啊、耳环啊、饮料啊、咖啡啊，这些都有。但是里面其中有大概七摊是我们从传统市场里面邀请他们来摆的，可是的确他们就会说啊，我们要摆什么，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弄。所以我们那时候先帮他们上课，就我们希望可以帮他们上像是包装课，或者是产品研发课，用他们原本的产品然后去做重新的调整，然后重点是要怎么增加他们参与的意愿呢？因为我们会帮他拍
宣传照，就是会把他们做的东西拍得美美的这样，然后这就是他们后来真的有在现场卖的东西。对，所以我们那时候总共帮他们办了就是食物摆盘啊，然后还有出摊验收啊，然后就总共办了几场工作坊帮他们上课啊。这个我们也是有跟他说保证金啦，所以他们就是会乖乖来上课，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课程让他们觉得哦，原来他们的东西是真的有机会变成像是这样子，你们应该会买吧？对啊，就是当天卖的也是还不错这样。对，然后我们当天在市集的时候也还是会有就是街头表演，然后会有就是音乐表演，然后也有马戏，然后也有小丑，所以我们就是那个两天就是让大家一起来新富市场热热闹闹的这样。那我们今年一样会办，就是都是在秋天的时候，所以如果大家今年十一月有时间，欢迎大家来台北来新富，然后来参加这个市集。那我们主要在这个里面就是有这几个活动，然后时间关系很像差不多了。我本来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去年的年度展，然后他做的是台湾日本的交流。我快速让大家看一些照片，就我们那时候做到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很像也可以开始认识一下其他国家的市场，或者是别人是怎么来看我们的。所以我们邀请了一个日本的策展公司叫 Roughwork， 然后他帮我们策划了一个来自未来市场的舶来品，因为他想象中是这些艺术家带来的概念，好像都是我们以前买的舶来品，有点新奇，有点好玩，可是又很实用，就是你生活中你就会想买来用。所以他当时我们的展览就是来自未来市场的舶来品，九个推测未来的台日实验。然后我们当时很疯狂，就是我们在这个作品里面也是邀请艺术家来献力创作，可是我们以前都是大概会花5到6个月的时间跟艺术家一起做填调，一起做作品。可是我们这一次因为组数太多，又从日本来，那时候又还在隔离，你知道隔离有多烦吗？因为他们来台湾的时间有一半都要住在旅馆里面，他们都不能出来，所以他们也不可能来时间很长嘛。所以我们那时候时间超压缩的，我们就是只有3个礼拜。第一个礼拜你来，你就告诉我你以前在干嘛，你会做什么，你有什么技能。好 ，OK， 带你去逛市场。然后第二个礼拜开会的时候就说，好，你这次要做什么？好，你的 prototype 是什么？好，大概是这个方向 ，OK， 没问题，去发展。第三个礼拜把它做出来，因为我要展览了，就是非常疯狂。然后我们那时候总共是9组，就是有台湾人，有日本人，然后很可怕的时候，就那时候我们的展期其实只有3个多月，就从八月开始研究，然后9月正式开展，然后11月就结束。但是我们在这3个月里面换了2次展，因为艺术家来的时间都不一样。那他来就是他也可以看他上一组在做什么，那他要赶快做他的作品。对，然后最后我们就是硬撑出来，就是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聚集停留，第二个阶段是对话交流，第三个是创作跟写作，非常疯狂。那时候有5组台湾的团队，然后跟4组日本的艺术家，然后我们就看照片，因为时间差不多了。然后这是他给我们的，他会做什么？他会做木结构的东西，他手非常小，他很会做。好，那他做了什么？他做了灯笼，他把灯笼这个传统工艺做成家具，所以他做成了这个是灯具，然后旁边那个是茶几。那这个灯具跟茶几就变成下一组创作者的展台哦，就是这是个非常有机发生的一个展览，就是我们那时候真的是。对，那这个是瑞谦跟乔琴，那他们会做什么？他们很会把当代艺术带入你的家具里面，所以他们的家具看起来都超级贵的，因为都是手做的。那所以他来传统市场可以做什么呢？他也做家具，他把传统市场里面会出现的磨石子、传统市场的脚踏车后面会绑东西的绳子，或者传统市场里面会有的木栈板，做成了家具。然后春香大陆他是一个 DJ， 那他很厉害的就是会做喇叭，那他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成喇叭，所以他后来去福和桥下面捡了很多二手家具来做喇叭，所以他这个喇叭里面有小士兵，然后有水族箱里面的石头，就是各式各样的东西做成喇叭。好，是没有看到吼，对，好，这都是3个礼拜内做完的哦，因为他们只会来3个礼拜。然后再来是之外，他是一个做饮食行销的团队，他帮很多 fine dining 餐厅做行销，所以我们就问他说可不可以也帮传统市场做 fine dining 式的行销。他说可以，帮你们做酒道，
所以它里面的东西就是都是传统市场里面的食材或者是半成品，可是他们用的是他们选的酱料，他们找的食物摄影，他们找的摆盘做 fine dining 给你看，所以他做了九个提案，那这九个东西也给你食谱，你真的可以做，可是可能拍起来没那么漂亮就是了，就是因为他们做的行销就是有包含拍照这一块嘛。然后再来我们找了一个日本做街区的团队叫 Bonus Track， 然后他那时候给我们的提案是他想在万华开店，超 crazy 的，我们说哦好啊，那不会真的开吧，因为你只有三个礼拜哦。然后他后来做的事情就是他做了一个开店的企划，虽然没有真的把店开出来，可是他就是在这企划里面告诉你他想要怎么做，他研究到的台湾日本可以交串在一起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贝文他是一个服装设计师，然后他的特色是他很会做衣服，他的衣服可以变一百种造型，他的衣服可以是上衣，可以是裙子，可以是裤子，可以是包包。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说，哎，那也帮我们做一个吧。他做了一个市场购物袋，这个市场购物袋有三种背法，然后有各式各样的，他的诉求就是希望大家真的带他去里面买菜，然后在上面留下痕迹，然后上面有他的朋友们的创作在上面。好，那再来孟东，他是一个乐团，然后他当时很会做音乐嘛，所以我们就是请他说，哎，那你要不要来创作？说哦，好啊，那我用我自己做的乐器弹好了。所以他在里面用那个咸酥鸡店的那个油桶，然后做成了乐器，然后他还做了一个，你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什么吗？他们用手做，在三个礼拜内做了就是音乐盒，他们去找了一个废弃的钢琴，然后上面这一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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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他们自己做的，然后他们可以在自动旋转和在展场里面播出音乐。然后美莎气质美女，她是一个在日本做药草文化推广的，所以她当时来这边的提案就是，哦，那青草香那么多茶，那我也来煮茶好了。所以她在传统市场里面摆茶席，然后跟附近的居民聊天。然后旁边这个就是杂货店的老板娘，不是林眼哦，她是真的就是在旁边卖杂货店的老板娘。然后有看到吗？这个桌子很熟悉，他就说，嗯，那个大野红的桌子很好看，我可以把它带出去。然后我们说，不行哎，要问一下大野红，因为他已经回日本了。就那时候还赶快帮他问这样，嗯。然后霞霞写字工作室，他是一个专门做篆刻的，所以他非常会刻印章。那他这是整死自己的一组艺术家，因为他只有一个人，虽然他是叫工作室。然后他做了，就是他做了一个年历。一个万年历，就是他把上面就是只要有跟神明的日子有关的都把它做了一个特殊的篆刻，然后你看到这个很像是 Photoshop 一个一个复制贴上嘛，都是他一个一个去压的，所以压坏了就要重新做一张。他做了365天，就是365个印章，就是非常疯狂。好，以上9月3号到10月20号全部做完，包含就是展场，到当时展场就每一组大概就是一个展区，然后有他们的介绍这样。包含我们还做了三场工作坊，每一场工作坊都是台湾人加日本人，所以第一组大野红在做他的灯笼的同时还要来搭帐篷哦，就是这个帐篷是贝文跟大野红合作的，找源自大学的学生，就是他们先做了拼布的工作坊，然后大野红教他们做结构，最后再把两个加在一起，然后一天内完成，因为我们没有很多时间，然后那天还下大雨。好，第二场我们找之外的大大，然后跟我们刚才提到的美莎，就是他是做茶的，所以他们做了一个巫师与女巫的秘密接龙，然后他们就是去找了调制的香料盐，然后还有做了香草的糖浆，然后就是一个是台湾的饮食创作者，一个是日本的饮食创作者，把它合在一起，然后这堂课非常受欢迎。然后再来是我们也办了一个设计师应该是四个活动，因为设计师交友之夜跟下一个音乐表演是同一天晚上，然后我们请所有在台湾的日本人、日本创作者，然后还在台湾的日本创作者，然后跟在台湾的创作者上来一组一组分享，就是有点像是我给你7分钟，你就是把你的作品讲完，就是大家轮番上去讲，然后讲完以后大家就来 party 吧。所以我们就找了第一个阶段的那一个会做喇叭的 DJ。跟孟东来做了一个音乐演出，所以他不是待到最后，他是来第二次，因为他太喜欢台湾了，所以那时候我们有这个构想的时候，就跟他说：“哎，真的很想叫你再来播一场音乐，但是我们没有钱哦。”他说：“不然你帮我出机票，我就过去。”所以我们出机票，他就来了。所以很幸运的就是在最后一场的闭幕活动，就是邀请到第一阶段的大野红跟第三阶段的创作者，就是一起做了这个活动。然后这大概就是
我们希望在传统市场里面做的一些翻转跟挑战。那我们相信，就是文化是生活的累积，创意的泉源。那新富市场从来不是，是一个从味觉长成的记忆，然后让文化在这边生根。就是我们所有的活动都希望你都可以从里面找到一点点传统市场的影子，因为它以前就是传统市场。好，那这是我今天的介绍，超过三分钟。你好，我想问一下，就因为我其实自己也是，回到传统市场接家里，就是学习家庭事业的一个的人类，对，三代，然后在第五市场，也在台中第五市场，然后就是我蛮好奇的事情，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原本也是做文化相关的，然后跟剧场相关的，所以我也觉得剧场跟市场很像，它有一种沉浸式的美感，可是。就是在，然后所以我也同时也在思考，可能市场在要跟地方转型的可能性。那我自己在目前推行跟策划阶段中，就有遇到很多可能不同时代之间沟通的问题，不管是那，就是我相信摊商们他们一定会有很多，他们觉得为什么要改变，或是啊现在这样不是也很好？那你们在那个时候遇到像这样子，可能即使我们知道我们想要创造一个轻盈共识的共融情景。那在遇到可能这个沟通上面的落差跟断层的时候，你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或者你们是怎么面对应对这件事情的？蛮好奇的，谢谢。其实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难欸。然后我觉得我们有点幸运的一点是，就是我们刚去的时候，那个东山水街自治会的会长，他当时大概四十出头岁吧，然后他超级愿意改变的，所以很多事情是他拉着其他摊商做。所以其实自己家里面的阻力真的。很难突破，真的要靠外面的人，最好是那个家里长辈也愿意相信的人。可是所以你的状况我不知道怎么解，可是我们的状况是因为那个自治会会长的他真的很有号召力，所以他就会一直拉着大家说，哎、欸，然后那个中泰办你们就去一下、啊、然后那个会长现在是就是最好的市场导览员，然后他本业是卖鸡肉的，然后他都跟我们说，哦，我现在的主业是导览员啊，因为我要导览东山水街市场。但是你刚才提到的那个问题，我觉得长辈真的会蛮不愿意改变的，但是那个方式很像是一开始不要全部改变，因为像是 我遇到一个是万华的摊商，就是他们家是卖鸡蛋的，他们家就是超级有名的蛋商，就是那一种不用改变就会继续赚很多钱的那一种，就是超级有名谐星蛋行。所以他那时候做的方法就是他的改变都一点点一点点，然后他有一个故事，就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他在他们家长辈还在的时候，什么改变都做，唯一不改变，唯一不做就是不改变他们家摊位的装饰，大装饰他不改变，因为他觉得他只要动了那，因为其实很多市场的改造很快最容易入手，就是我帮你改造摊位，我去买 IKEA 东西帮你装一装，就会看起来很有质感，可是可能不耐用，这是真的，他跟我们讲的。但是他不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啊，我做这个改变是觉得家里以前很不好吗？就是那个陈设很差吗？所以他希望他不要让家里的人有这个感觉，所以他是一直到，所以他的改变都是可能哦，可能配送东西、配货的流程的改变，或者是他卖的品项的改变，或者是他开始卖鸡蛋糕，可是他不是推翻旧的东西，所以他一直到就是真的是到那个就是他们家的最大的长辈过世以后，他开始有做一 点店面的改造，所以他那时候的心法就是他觉得老的东西不见得不好，只是可能在这个时代没有大家那么喜欢，那你不用全部把它否决掉，你是找到现在人可能会喜欢的方式，这是他当时跟我们讲的。然后另外一个也是附近一个卖肉圆的店面，然后他们家也是就是开超久了，也是生意超好那种，然后他们家的二代是个就是健身 boy， 就是那种超级时髦的那种，然后感觉就不会在肉丸店里面打工啦，然后反正后来他就回到家，然后他也是先改造他的家的菜单，因为他就觉得说啊、现在的人才不会一直吃炸霸丸嘞，我要卖真的霸丸，哎、欸，就是吹的霸丸，对，所以他们家后来就出现了就是炸霸丸跟吹的霸丸，然后他后来就是觉得说啊、现在的人健身才不会吃那么多霸丸嘞，哎、欸，到底健身的人多不爱吃霸丸，所以后来他就是改造成变成是他卖是三颗小霸丸卖。他有卖那种小颗的霸王丸，真的就是我爸
没有那么夸张，霸王一口很难，很不过瘾哎，大概是我半个拳头大的霸王啊，就是大概是原本霸王体积的一半，就他就真的从他自己的经验出发，然后去改变，可是他其实啊，就还是这样做霸王啊，他也没有说他就是不要做霸王坛啊，对啊，而且他也没有把炸的拿掉哦，嗯，然后他们炸完那个霸王店里面有卖石花冻。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也是他去接班了以后就开始创造一些新的品项，可是他不是把旧的菜单拿掉，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很像跟他们沟通的时候，很像不要先说，哎，你这样子没有人要买啦，哎，你这样子不 OK 啦，我的比较好，我觉得他的也很好啊，只是现在的人可能客群不一样，那你要卖给新客群，你就去找新的人，然后你用新的方法来卖，嗯，这是我们观察的一些小经验啦，然后。我们自己不卖东西，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跟他们抢生意，所以我们做这方面就是观察经验。嗯，好，还有问题吗？哇，谢谢你的演讲，我听了以后，我真的觉得要赶快呼朋引伴去采线。但是因为我们从中部过去，我们的成本有点高，嗯，所以我特别想要问说，你如果我们如果真的是有一群人要过去哈，那您会怎么建议我们是怎么安排？难道一天就在市场里面这样走过来走过去？哦，还是你刚才讲说有人会去导览？是导览传统市场是不是、嗯、我们可以去预约他的导览或者什么吗、嗯、还是说我们、欸、可能半天在这边还是就是反正如果有什么比较好的建议的玩法、嗯、就是在你们的新富丁这样走过来走过去请就是实用的告诉我们谢谢好新富丁不用排那么久因为很小真的就是我会建议你们如果来可以先去传统市场绕一绕然后因为传统市场其实不用什么导览你只要去感受它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10点就开馆了所以你们可以如果你们的团想要申请团体导览的话我们是免费的团体导览所以其实可以申请我们园区的导览就会把我刚才讲的浓缩成30分钟然后再跟贵宾们说这样然后其实新富真的不用停很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本来就觉得大家来万华要去别的地方也看一下不要只在我们家所以其实新富丁排现在就30分钟除非你要留下来里面用餐那附近其实还有剥皮寮有龙山寺然后甚至你再往北边走一点有西门红楼就可以真的看一下为什么我会说西门红楼是就是百货公司然后新富丁文化市场是一般的实用型的市场实用型啊没有丑啦就实用型的市场对嗯、所以就是有这个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西区还蛮好玩的然后你可以一路再往北边走一点点西门再往上走就是大稻埕嘛那大稻埕因为现在就是很流行所以其实你下午再去也可以哦对嗯，就是可以从早上然后慢慢往上玩这样嗯，这样有回答到问题吗好好好因为你有说9年这件事情但是你说是件非常棒的事情但是那明年之后你们有什么打算或是那栋建筑物会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吗？毕竟都留了一个界面在那里。那还有后面新的那一栋有没有什么、想法？市场处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因为毕竟你们做的其实是文化，可是市场处一定不会接受这件事情。对，没错。它的租金是公开资讯，大家可以猜一下要多少钱？哦，因为时间关系就直接公布答案，就是1年280万啦。就是我们租那个空间一年大概280万，所以其实在市场处的角度而言完全没问题，因为那个地方就是盈利空间，本来就该这样收费，还便宜了嘞，280没有很贵一年。可是对我们而言呢，虽然大家是不是已经忘记我们的母公司是中泰建设，不过我们也是蛮没钱的，就是基金会本人我们自己也是要自负盈亏，所以其实老实说我们的第一个9年有点像实验，所以我们愿意跟公司争取这个经费投入，然后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盈利的项目。那9年到了，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下个阶段的事情，我觉得分两个部分来讲。第一个是那个厕所，大家觉得全台北是最美公厕，就是会留下来，我们送给台北市政府。哎，鼓掌，没有啦，开玩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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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公厕，就是我们就送给台北市政府啦，因为本来就是我们想要这样做的嘛。因为这不在那个当时的标案里面，没有没有没有这一条，没有规定你一定要盖这么漂亮的厕所，所以这就是不会拆。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那个空间，我们在9年，因为我们明年就9年到了，然后其实从去年就是2022年开始，我们开始就有在谈说，那我们2024到底中泰基金会会不会留下来？那我觉得我们真的遇到很多贵人，就是其实像我刚才提到的东山水街自治会的会长，然后还有一些在地商圈。
发展协会的荣誉理事长，就是一些在地有头有脸的人，就是觉得我们做的很像还可以还不错，所以他们其实有在就想要用地方的方法来争取，就是让我们可以留下来。但是至于我们的态度，当然地方是希望我们留下来，可是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的态度还蛮明确的，因为就基金会而言，我们所有计划都是阶段性游牧性的，所以九年已经很长了。那我们九年时间到了要继续做，当然我们也期待，可是那个条件可能会转换一下。简而言之，我们不可能再请总部持续的再投入每年280、280、280、280，而且它也不是被商业使用。如果台北市政府在地居民都认同它不是纯商业使用，那它是不是跟其他文化局下面的馆舍一样，它有一点点的租金弹性？那当然你有那个租金弹性，对我们而言，我们就可以跟母公司说，哎，你一年不用花280，可能只要花140，然后说哦，好啦，这样。所以我们不确定，因为为什么去年讨论到现在都还不确定，就是因为啊，台湾刚经历了一个很大的选举啊，所以我们其实在那个期间，就是我们不会有机会有什么动作啊。那基本上他就算有一定是公开招标，因为大家知道为什么是九年吗？就我浅薄的知识，如果有专业者的话可以再回答，就是就我浅薄的知识是很像超过10年的就会走别的程序啦，就10年以内的话算是不会土地厂商的，就是时间到了我们就重新大家都有就是竞标权，是吗？不确定啊，很像是这样子，所以九年已经算是长的了，所以才会很多计划都是3年或者是1+1+1，啊，我们是3+3+3，已经算很长了。嗯，好，谢谢。